担心自己，可我日三省吾身，发现错不在我。有人说我大魔王，可我不过爱沉吟两秒的七人机。有本子越发的笔尖，孤单的精致，老子精武夜，在恶他的地方空发起身，辛苦乱世所谓，然后变出失败，最后再去指别的缘。哎，老板，这个煮鸡蛋怎么卖啊？煮鸡蛋啊，一块五一个，三块钱两个，十块钱六个，找你一块钱。哎，那麻烦您给我拿三个。小本经营，概不奢侈。在下先失陪听君一席话，浪费了我宝贵的十分钟。彼此讨厌前边的人很多，保持距离这个决定还不错。如果你问我多远才足够，那么我会回答，最好是阴阳相隔。我这一辈子谁也没求过，除了在座各位的心里沙漏，我分最擅长的就是欺人不成名。哦，还有斩断人际关系。站住！啊！是你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！我住这儿，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大半夜的，跑屋顶上干嘛？哦，那个下雪了，收萝卜干啊。嗯。雪都停了，你才来收？啊啊！没有任何波动，是普通人。回家吧，这里不安全。哎，难道我能感知他们，他们感知不到我？吕叔，你刚才在外面跟谁说话呢？小雨，我有话跟你说啊。你待在屋里别动，我出去一下。啊，嗯。这人是啊，今晚的货搞不好是这货点的。难道他是为了从那帮黑衣人手里逃跑，为了自己逃跑竟然放了那么大一把火，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员伤亡。嗯，怎么办？救他吗？嗯，我也不会人工呼吸啊。啊，不过好像人工呼吸也不合适啊，最多给他煮碗姜汤，再打个120。哎，不过听说120出诊要收费的，咱们不能掏这个钱。就说咱们不认识他，让他醒了以后自己掏。合着你没晕装的？搭把手，抬他一下。抬他进屋？不，抬到院子外面，不管他喽。水，
没有水，吃点血吧。能扶我进屋吗？不行，你需要休息。喂，粘着我干嘛？哦，你需要休息啊。如果我说我刚才是开玩笑的，你信不信？信啊，没事儿，你继续。嗯，好汉，放我走吧。我帮你打电话叫救护车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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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那你走吧。路上小心，早点回家啊。叔，刚才那个人是不是放火烧你了？哎，你放心吧，他太虚，烧不着我。切，得了吧，你才虚呢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他是那个什么觉醒者吧？你看你就觉醒不了，就你那身体。嗯，你胡扯什么呢？我早觉醒了。是吗？嗯，来个超能力让我看。啊，切。是那家伙说我坏话，他不是被抓走了吗？怎么会跑到咱们家？为了自由。啊！哎呀，别管人家闲事了，去把碗洗了。嗯，啊！我煮的面我还得洗碗，不去。好像还真没啥能给他看的能力啊。还能买东西。这难道是修行资源？嗯，又看电视。哎，李叔，同学聚会又没喊你是不是？我又没那个闲钱和他们 AA， 不喊我也正常。你倒会安慰自己。你呀，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，咱们家连这房子都是租的，每个月房租要钱，水电要钱，我交学费也要钱。要不是院子里还能种点菜啊，咱们俩连蔬菜都吃不起。这眼看着也得给你找个学校去上学了，到时候学费又多了一笔，不攒点钱怎么行啊？哎，他们是在说刚才那家伙吗？人家都不理你，你还笑。50个鸡蛋，明天早上出摊用的。
小鱼今天挺能干、啊。那是，这个家呀，要是没有……要不你帮我把寒假作业也写了吧。鸡蛋好了，一块五，谢谢啊。嗯，小硕，嗯，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出摊啊？哦，小鱼有点感冒，我给他煮了点姜汤喝，出来晚了。你也不容易，自己是个学生，还知道勤工俭学养活妹妹，厉害吧？给我拿两个。好了，您拿好啊。你认识啊？同班同学。他们怎么也不跟你打声招呼呀？估计是不好意思吧，怕尴尬。这凭本事赚钱有什么尴尬？小硕，别跟他们一般见识。没事儿，我觉得这样挺好的，彼此都没心理负担。哟，吕树同学，一大早就在这儿勤工俭学呢，生意不错呀。挣这块八毛的够你交学费吗？还行吧，反正也不到累成狗的程度。今天年初八，城管第一天上班，你可得多当心啊！咱们班的学生要是被城管抓走，传出去对同学们声誉都不太好。哦，那班长您就都买了呗，我提前收摊，也省得大家替我担惊受怕的。小事儿，小事儿，还剩几个呀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各位。我们班长全要了，各位明天再来吧。哎呀，我排那么久，怎么认识呢？我这，哎，别走啊！我等等，还有47个，一共70块5毛。等等，谁说全要了？都装上了啊！你自己刚说要包圆的呀。行吧，算你狠。你这是？刷卡呀、啊！现在谁还天天身上带现金呢？拿POS机出来呀、啊！嗯哼，快点！我可以借你。曹青瓷，你俩一伙的？看你说的，这年头有人愿意借钱多好，说明班长你有人缘啊。班长，这47个蛋，你是在这吃还是带走啊？我推荐趁热都吃了，早餐营养高，补脑。效果送你了，留着自己吃吧。基金会，你小声点。昨天晚上刚出来的网站，上面全是世界各国觉醒者的视频。哎，给我看看，我也看看。这么说我现在是 F 级，不过我还有那个小星星功法，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所谓的后天修行啊。有人觉醒了啊？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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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哪个班的？啊，不知道，网站上的。有人觉醒了。我知道，网站上的是吧？什么网站上的？是七班李琦，他跟老师吵起来，把讲桌扔楼下了。啊！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？这是什么事儿？太奇怪了。对啊，难道我们没见过这种景象？真累吗？大家不要慌乱，不要围观，不要围观。哎，叶玲玲，你消息灵通，到底啥情况？他们说七班突然通知要抽血体检，他不愿意抽，和班主任吵起来就突然觉醒了。咱们班主任老师就打电话叫警察了，搞不好明天得上新闻。哎，吕硕，哎，
这个李琦，怕是有了力量，心态崩了。快，那个觉醒在天台。又是他，隐藏自己的能力，挺高明啊。现在谁都不怕，谁敢抓我，就把他扔下去。班长，这位同学破坏学校秩序，你不去管管？你想去你去。这么多人，得多少负面情绪啊？怎么赚他一笔呢？都别过来，我可扔了。救命啊！同学，我求求你了，放我下来吧。别激动，别激动，你这样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，知不知道？我还未成年呢，干啥都不犯法。哼，好机会。啊，你错了，同学。啊，刑法中犯八大罪，只要年满14周岁就要承担法律责任。民法中也规定16周岁就开始承担责任。八大重罪是指故意杀人罪、故意伤害罪、强奸罪、抢劫罪、放火罪、贩卖毒品罪、投放危险物质罪和爆炸罪。你这个是属于故意伤害罪。吕树，想不到你关键时刻胆子这么大，你怎么知道他不敢犯法？我不知道，只是想跟他科普一下。亲爱的同学老师们，你们太慷慨了。哎，怎么回事？这孩子跟人杠上了。完了，忘了这茬儿。这帮护士怕也是黑风衣的人。吕叔，我正想找你呢。现在快回座位，咱班也要马上开始抽血。啊，老师，我肚子疼，去上个厕所。行，那就先给你抽，不到一分钟的事儿。小刘，先抽他。哎呀，搞什么？这么大范围的官方抽血，小雨不会跟人打起来了吧？是他，阿姨，您不用送了，感谢您这么多年照顾老爷子，他吃下那颗药以后，应该会缓解很多。如果以后其他遗迹打开，我们也会尽力争取的。不用谢，当初选择来照顾他也是我自己申请的。那好，您也多保重。哎，你好，很高兴见到你。你高兴得太早了。吕叔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我头疼。你发烧了？我的烤红薯呢？烤出糖汁的那种。给你买了，还惦记烤红薯呢。哎，你怎么突然发烧了？我把你攒了一个星期的衣服洗了，水有点凉。哎呦，你感冒呢，洗什么衣服啊？我给你拿药去。躺好了。洗髓果实能提升根骨，搞不好也能治小姨的病。我就这么飞吗？我啊。
小鱼，醒醒，给你个东西吃。吕叔，你给我的是什么？怎么进嘴就没了，头也不晕了？恶魔果实。啊，再吃一颗，巩固巩固。啊，就这么多，都给你了。李叔，实话实说，你是不是觉醒了？能力是馋果子。这算啥能力？不过，我跟以前是有点不一样。啊，你这到底是什么呀？应该算是提升资质的东西吧。以后给你搞个修行功法，就能知道它的作用了。你其实没必要给我吃这么多的，反正我也还没办法修行。吃完这个以后就不会生病了，也算是好事。嗯，如果真的有机会觉醒，你想觉醒吗？想，我想和你一起觉醒。好，我来想办法。嗯，对了，你昨天的功课呢？拿出来我检查检查。别以为过年了就可以不做作业了，以后你上学了跟不上同学的进度怎么办呀？啊，是不是？就算是觉醒了也不能不学习文化课。哎，你不要以为有了超能力学习就没用了啊，这是帮你提升逻辑思维能力的啊。有文化和没文化它就是不一样。哎，你这什么态度啊？你要是没做作业你现在赶紧给我补上啊，是不是？吃完晚饭拿给我看，别以为可以躲过去。李琦回来了。真的？千真万确，他就挨了一处分，刚回七班了。听说市里要在咱们学校成立道员班，专收有觉醒资质的学生，估计是发他回来报道吧。什么觉醒资质？怎么能查出来啊？你傻呀，不是刚抽完血？那我就是说能知道咱们班到底谁能觉醒了。班长，你那边找到消息没有？不知道，不过我知道谁最不可能觉醒。啊，谁啊？吕叔啊。所有人都是受了刺激觉醒了，吕叔家里都那样，也没，是吧？不过吕树应该不在乎这个吧，他成绩那么好，天天课上睡觉还能班里前五。嗨，说不定人家只是表面上轻松，背地里啊复习到半夜。我确实表面轻松，不过背地里更轻松。我说一下，市里决定在我们学校成立一个道员班，集中全市的特长生统一学习。我身边的这位就是道员班的班主任西费老师。大家好。怎么又是他？现在我念名单，被喊到名字的同学出去一下，你们道员班班主任有事交代。曹行慈。平常不说话的人果然深藏不露。刘礼。李清玉。冷静点儿。下一个袁凌起。最后一名吕树。既属于全人类。也许，不过我只讲一个道理：擅入国境者，死。
是那一天星光照亮了世界，天崩地裂之前有你在身边，过去曾受的伤又怎能轻描淡写，但却被化作一团火焰。我出尽俗世，除非若不是。